62岁做 YouTube 能成功，关你屁事！你做给我看啊！赞助，赞助，做，做不到不要喷。你认为什么叫割韭菜？在没有经验的状况下，就要你的粉丝去做，这都是割韭菜。你要有成功的范例，你才可以叫别人跟着你走。就像你把自己当成一间上市公司一样嘛，我公司多大的规模，我有所谓的财报，对啊，然后你来买我股票，对，那如果我们有的公司就算没有，就是说啊，我至少401哦，405、403所有的报表，你可以看到损益。你讲得太专业，他们听得懂吗？应该是對听不懂，就是很多报表类的东西，啊、然后那些赞助的听不懂。對啊、说我的公司是会赚钱的，所以你来投资我，是这样子吗？对啊，是因为我觉得那才叫做负责任。62岁做 YouTube 能成功，关你屁事！你做给我看啊，赞助做，做不到不要喷，白喷不是吧？所以你在这边解说，你为什么要想当 YouTube？ 因为人总要对自己有所动力嘛。所以我只希望把我的经验跟我所从这个社会得到的一切传承给我觉得听得懂的有缘人。读书真的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读书的话，就会很有机会像鸡排妹一样被判有期徒刑4个月。对判决来说的话，你怎么看呢？因为他还是要继续上诉嘛，那如果他这边要上诉的话，我也会申请检察官一起上诉到20。这个判决怎么看？心情非常的好，我觉得公理正义终于获得了伸张。然后鸡排妹被判有期徒刑4个月，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前科犯的状态。你觉得法官判的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判的已经相当的重了，因为他之前在开庭的时候就是当面呛检察官说，都给你资料了，你还不认真做功课。然后检察官在当庭也是讲说，希望法官可以从重量刑。但是我当希望说是可以不要得一颗罚金，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为已经非常恶劣，然后犯后态度也不知悔改，所以我觉得希望可以直接进去关。他之后要上诉？对，我们这边也会申请检察官帮我们一起上诉。那势必之后你未来也要出庭之类的？因为我这个案子已经交给律师了，如果时间可以的话，我会出庭。因为我自从被他公布我的电话之后，我每天都以泪洗面，我半夜想到我就是哭着醒过来，这件事情对我造成极度严重的伤害。